仅从官方资源下载并安装 Prism 软件 Prism 点空间。选择吉他布，点击链接用户友好的在线钱包 V1.3， 选择您所在国家地区的语言，点击注册，一个生成私钥的窗口已打开。为了提高私钥的安全性，请在拉丁字母的随机位置添加16个随机字符，从 Azazi。您也可以完全删除生成的单词并自己提出整个密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您必须至少输入113个字符的拉丁语，将生成密钥。单击复制按钮，创建文本文档，将复制的密码粘贴到其中。出于安全原因，多次复制私钥。现在保存文档，从文本文档中复制私钥。必须这样做，转到浏览器，单击登录，粘贴您从文本文档中复制的密码短语，这是登录个人钱包的密钥，点击输入钱包，这是钱包的内部接口。祝贺，您已经创建了您的个人钱包，您没有输入您的个人数据，您尚未通过电子邮件授权您的钱包，您未验证手机。结论，钱包是100%匿名的。这是您钱包的公共地址。在 Prism 区块链上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该地址。但是，没有人能证明这个钱包的地址属于你。点击钱包中的地址，您钱包中的公开详细信息已发布。二维码将硬币转移到您的钱包。下面，地址和公钥，复制它们。插入到文本文档中，为本文档拍照，在您的个人打印机上打印，并将本文档中的所有数据传输到闪存驱动器。注意力，密码短语将仅存储在文本文档和闪存驱动器上，您钱包的这把钥匙不会存储在其他任何地方。密码无法更改，如果闪存驱动器丢失，则无法恢复。如果您丢失了密码，请不要从钱包中提取硬币。没有信任管理您的硬币。您和您的钱包之间没有中介。除了您，没有人可以从您的钱包中发送硬币。你，只有你是你硬币的主人。您且只有您是此密码的所有者。您并且只有您是这个钱包的所有者。密码短语是您的，只有您自己。现在您可以使用您的钱包进行和接收交易，在您的钱包中生成新硬币，导航到 Prism 点空间存储库，选择链接以下载 Windows 或 Mac OS X 客户端，下载适用于您的操作系统的钱包安装文件并安装 Prism 钱包软件。这是从个人计算机管理硬币的最安全方法。在您的计算机上安装 Prism Core， 并开始锻造，在官方网站上了解更多信息。